看看新闻网。10月13号，民谣组合水木年华现身上海国际乐器展，为某品牌的吉他站台。活动上，卢庚戌透露，他执导的首部电影《怒放青春》即将开拍，目前已向韩庚、窦骁、倪妮等青春偶像发出邀请。窦骁，我本人很喜欢窦骁，如果他们能参演的话，或者像这个如果女主角倪妮能参演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有一个原因是肯定的，就是我是铁打的跑龙套，只要剧组管饭就行。